当马桶的啊？当马桶人呢？那不装沙子的桶吗？你当马桶玩呢，是不是？当马桶人玩。马桶人啊，自己穿的裤子哈，叫包脚裤，是不是？包脚裤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撸上去了，天可能研究了。啊，你也尿了，你这腿没一个。这娃娃呀，你整的。保护自己健康成长。保护自己健康成长，谁教你的？我自己学的呀。哎呀，自己学的？梳头呢？那里头带个城堡。在哪城堡？那。嗯。那。这儿呢。嗯，拿给你。这昨天套圈套的呀，这城堡。看的这城堡大不大？这城堡真大，哎呀！你喜欢这个是吧？嗯。买还不行，非得套，硬套的，是不是？嗯。真厉害。我进里边套的。进里边套的，是不是作弊了？作弊，这样事儿。嗯。他还知道进里边套呢。一天，唱啥歌？你教爸，你唱一句，爸唱一句。巫师。什么？啥？一个老虎爱走路。两只老虎吗？两只老虎爱跳舞。两只老虎爱跳舞。小兔乖乖拔萝卜。小兔乖乖拔萝卜。我先表扬先走路。我先什么？我先表扬先走路。我先表演先走路啊。先表演先走路。表演先走路，你那好像跑调了。无敌大旋转啦啦啦。无敌什么？无敌大旋转啦啦啦啦啦。无敌大旋转啦啦啦啦啦。今天还炖鱼，然后咱这一放假，我爸就安排鱼，给炖上。开始炖大鱼，我爸嫂子买的大鱼，这中间还放下一个整个大鱼。这不能切啊！我的妈！这么一大锅，这小桌一在家真的糊糊人，这家干了！哎呀妈，这屋子玩啥呢？做饭的游戏呢？做饭游戏做啥饭呢？嗯。这啥饭呢？里头都啥菜呀？都是肉肉不肉肉的饭。肉肉的饭呢？肉肉酸菜的火锅的，都让你吃它吧。啊，还有酸菜火锅，整的好。干啥呢？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给我啥惊喜？你别整。惊喜。气球啊。真惊喜！你给你妈花是不是揪了？哪个花呀？就这个花吧，那地下那不是花吗？你脚底下那个？刮上了。刮上的？嗯。不是你揪的？嗯。嘿，我看看，也这真是刮的，真不是揪的。这头能看着。要揪得有梗，是不是？这是黑的。嗯，那是黑的。嗯。是刮掉的，是吧？别玩那土，你妈刚摘的那柿子秧。是。到过年你就能吃出柿子了。过年磕头给红包吗？那你问你呀。你走了。爷一会儿回来，上医院了。上河运了。
没有，上医院看你大爷去了，给你奶。有时候回来你问问，你说过年磕头有没有红包啊？嗯。去年有没有啊？去年。嗯。没有。没有。嗯。姥爷。这酸菜整啥，媳妇？姥爷。炖冻冻。哎。姥爷。炖冻冻。姥爷。啥时候买的冻冻？刚过来。这大鱼出锅了。冻豆腐出锅了，刚刚好吃。湖北大冻豆腐，哪天上屯子买两板，屯子有豆腐房。那豆腐好是吧？街里有卖成板的吗？冻豆腐，好不好？有，大个那家就有成板。现在外头不能搁着吗？现在呀，这两天他妈也不行。我说大明不知道冻啥样，化不了。大明没咋的，再有个六七天就能悠了，就能实上了，是吧？再有六七天，晚上就零下二十多度。啥呀？妈妈，你咋这么能吃菜呢？这么能吃刺儿？我不信，没又给你吃完刺儿，我缩溜一下。这是谁给我给我哥的刺儿呢？我。嗯。为啥不扔碗里呢？扔上，别扎着奶奶，扎奶奶还得薅。今儿周显挺话呀。开饭了，老胡，好。干！太吓人了，吃吧，这些都吃了。吃我的大毛瓜子。这东西我炒的好，比那天我买的好。这是我买的吗？嗯。等哪天我再给他买。这刚刚啥冻的，这外边冻不住，这块冰柜冻的剩四袋了，正那个男的也去买，等外边说你俩一家那啥吧，等外边冻着就好，冻着就买点、嗯、这个冻的刚打完了它浆没跑，那冰箱里头不那啥吗？你得往后，它不酸吗？我不知道它咋冻的，不是冻热了冻的不酸吗？不酸。他那那么大一会儿，他不能说。他冻着，他赶着搁外赶着冻着。不是，他说搁冰，我爸说搁冰柜冻的，那他又不能。那也不说，不能说。他赶着赶凉完了，他又那啥。给菜端了，往这么点端点。他是赶着呢。我妈够不着。反正在冰柜拿出来了。我大舅怎么样啊？你大舅看不出来呢。我搁那睡觉了。中午吃啥的？是的。还在那小屋呢，豆盘豆盘我跟那啥呢，那小屋我看更好，就是没有卫生间，卫生间消停，那屋可热。你俩活的时候吃点酸，吃点冻豆腐，抹点蒜酱、嗯、说吃的有点那什么味儿，肉味儿跟饺子似的，好吃。昨天晚上领他上饭店，他自己要个哈喇叭，这叫什么哈喇叭？串烧。这家吃的吃的可多了，他就是随便要的，是他你看那个牌，那展台，展台顶上有那个那样，他说我就要这个肉，啊，整个那个，你吃的挺好的，那昨天，自己点自己吃的，就吃那菜，别的都没吃，给他要过那什么鱼还没吃，那白鱼，那白鱼也挺好，清蒸的，还没吃。今天我吃的菜水吃鱼了。海螺包开饭。海螺包开饭。什么？海螺包开饭。哈喇叭，他没说出，没说明白。整个海螺包。不光咱们去那个北二道街那嘎有小卖店，喊卖那个干豆腐，是手工干豆腐，3.98元。该你包了。手工得贵，手工这块儿卖7块，你这都7块呀、啊？给我，你就我就琢磨，爸爸，嗯、你就这样子，那鸡翅还，嗯，那鸡翅还得5块钱呢，嗯，是啊，没跟上，没跟上，来，我就琢磨，嗯，卖多少小鸡儿？30一只，那么便宜，哪有30一只小鸡儿？人都不给劲分了。都说那什么，不是不是屯子，就是小半斤儿，20一只。是不是淘汰鸡？
黑鸡爪子是假的吧？不行，网上卖的也是黑鸡爪。嗯嗯，溜达鸡。它咋的？它有的是啥呢？也像那家鸡似的，但它喂料。啊、有，我那天听那女的说。对呀、啊，有的可不喂料了。一小喂料行，大大就不用。我大舅给拿的鸡挺好，烫还焦黄的。他那是要鸡，等后天炖了。我说哪天靠个大炉。哪天咋的？我靠个大鹅吃，靠个大鹅。嗯，以后靠大鹅，就干靠炖。二十八都没有了，三十都没有。啥呀？牛肉。你那是几月份买二十八了？二十七、二十八。下一年。买几斤吗？9斤多吧，340斤，340。那天咱俩去吃早餐去，我看他那个有酸菜汤，还有烧的辣椒，那就是烧好的那什么酸菜汤，吃油饼，烧辣椒，早餐店他们有那灶子，有那个煤气灶吧，高那上的烧。对，他应该是他们做饭的灶子烧的，就高那上的烧。那他没有别的有火。咱们搁家早先不都高那什么？灶台烧，嗯，火盆。山东对面那嘎达有1块钱一根，有2块钱一根。我妈吃1块呢。啊，我吃那个那什么。那回买了2回，都买2块的。我妈吃1块的，就死面的那个，是死面的。是不都是死面的？嗯，那都是，就是反正它那个有大有小。啊啊。嗯，把面是一样。我心不一样。一样。啊，那就买2块的，那味儿不一样。嗯呐。味儿挺好，它那味儿挺好吃的呢。前两天我买点，买点你得买回来吃，你别割，一割它就不是那。你给我妈买两根，然后下回再买两根。嗯。不要啊，那我拜拜了，拜拜。明天见。来。他搁那儿整两下。妍妍来。来不来？那你拜拜吧。人家拜拜还不让，完他非搁这儿拜拜，为啥搁这儿趴着呢？是因为我栽了一棵小柿子秧，他把那个叶儿都给我薅没了。完他说的，那里边有虫子，完就之后就趴着不动他了。啊，那虫子那么大，给他秧那个柿子叶儿都给我薅没了。啊，来咱们看看这柿子叶啊，哼。这个我这个柿子吧，它这个柿子本来就小，它把那个叶都给我薅没了，它说这里有虫子，你说说吧，哼哼，都整没了。